汤要不要再跟粉丝朋友们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隋唐，谢谢，掌声，谢谢隋唐。好，相信大家都很满意跟隋唐一起合照的照片，记得一起来响应我们 UNI 2向应向爱出发的这个公益活动。同时呢，我们一日店长的活动也圆满结束了，再次感谢大家，再次呼吁购买任意包款呢，都有我们小象吊饰 Aziza 的小象吊饰，也会捐赠200元给我们的世界和平会。单买小象吊饰也会捐赠200元给我们的世界和平会的孩童，一起为小朋友尽一份心力。可以到我们一楼、二楼 UNI Arts 的旗舰店柜位都可以选择，风格都非常的不一样。再次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我们的媒体朋友，谢谢粉丝朋友，谢谢你们。